对，他看见狗就跑了，要把挂上来。他应该会给一口的。别动，别动。可可谁知哦。挂上来得了，拿钩子来，要不要？不是，把它挂上来。拿硬钩。嗯，我来挂。你挂。你来还是我来？我来。你行不行？你，我看你都发抖。进去了。进去了，拿小钩钓一下。又来了。又来了。看还吃不吃？你吃不吃，朋友？要来了，要来了，我来挂了，挂挂挂，急啊！我也急啊！干！不掉了，不掉了！不要掉了，不要掉了！来了没有？来，头就在这里，还不吃，挂！你挂，你挂，你挂！来，哎呀！这条真的有点，哇靠，他搞呼吸了，搞个水质哦，这要等多久啊？不用等多久，他会来的。刚刚呼吸了，不让他呼吸就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蚊子咬我蛋了，呜呼哟，哇，好痒啊！哇靠，500多人了，他不吃有什么办法，兄弟们？不是在默契啊，我都想钓上来我就走了。他刚吃引条这么猛的，他怎么不吃钩呢？不知道啊，这蚊子真的好讨厌。这下有点，他要估计要等他呼吸了。真的不骗你们，那蚊子咬得我好那个。来了来了。没来，就是的。哇，冒泡了。没有来吗？要来了，要来了，准备好了。来了没有？水都浑了，看不到。欢迎我青春哥。这个蚊子咋回事啊？专业盯着我那个东西咬。这是不是？不知道。看不见呀。啊，来了，他吃钩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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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不我来拿我钩。一个引一个钩啊！感谢陈梦哥。先钓一下，稳一点。吃了，中了没有？我来钓，你不要动，我来。他不吃啊，主要是这条，他吃口，刚刚吃了是吧？吃了一小口，我送他一口，中了，中了，还是牙签好牛逼，勾到上颚了，下颚吗？下颚，哇！来，记得抓！哇，这条大！哇靠！记得点个红心啊，点个双击啊，进来看直播！哇靠，抓稳了没有？没有，抓住了没有？哇！哇靠！我靠！666可以不？这条大！